7次冠军，奠定 Jaguar 独特的 Racing Heart 品牌基因。1992年问世的超跑 XJ220 等跨世代的轻量化技术及动力科技，艳冠所有超跑大厂，一举创下世界量产车极速达350公里的纪录。 Jaguar 最新世代纯种跑车 F Type 车体采用特别铸造的 AC300 高强铝合金，以源自航太科技的铆接。 兼顾高刚性与轻量化的车身结构 ，F-Type 高复式引擎盖下搭载的是 Jaguar 全新高性能双转子机械增压动力 ，5.0V8S 仅需 4.3秒即可完成 0到100 的加速，极速则高达每小时 300公里。车头 G-Link LED 日行灯引领车身设计线一路延伸。 可伸缩隐藏式车门把手，更行拖出如同飞梭般的平滑外表。轻量化电动收折软顶敞篷，仅需12秒即可完成开启或关合动作。 F-Type 车门上缘的上扬线条一秉向后带出了其丰腴性感的后轮拱，宽大饱满的视觉感受暗示其过人的性能表现。隐蔽式后扰流板。 在时速超过100公里时即自动升起，可提供最大达120公斤的下压力。尾灯由超薄 LED 灯所组成，充满劲道的线条包覆车尾两侧，成为目光最后的焦点。Jaguar F-Type 传承 C Type、D Type、E Type 赛道协同，经典美学，性感之姿。